这只野菊哦，赶快对，好紧张哦，没看过。紫红红的，对，野菊公鸟，紫红红，紫红红，红红红。它的喉咙好特别哦。它是野菊公鸟，公的公的，对，它的喉好长，对的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看到？有有有有。哎，看完三秒钟。没到，看到，没到，对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有有。然后，好红啊，好红啊。它有点往右走，所以你要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三三哦，这是什么？三三哦。好。耳朵上面也盖起来，开口在这边。现在很多我们河滨的那个高压电塔，有没有高压电塔上你跟着？你好，是白尾巴哥。好，为什么刚才那个台湾土八哥飞过来，我会说那两只不一样哈？就是因为第一最高涨的时候，那两个大概两个礼拜两周左右，它就会去呈现这样的样子，它就可以做。所以这是小白，对，小黄色的，嗯，看黑，有很好的，用笔刚，领，还可以加班雨哈。好，你看它那个梭鱼有没有？前面那个都已经很漂亮，开始蓬了哈，对，已经开始在穿新娘礼服了，嘿，是哦，都在咬了，对，都在咬潮彩了，这样子可以这样子。黄绿色的奖，对啊，黄绿色的奖，黄绿色的奖。在在啊，在。你们注意一下它的白色果，它的布鱼的白色还在。有没有跟我们讲？有有有有。这两只大冠。哇，这下面有一只黄鹤楼。猛禽两只哦，大冠两只。它这个颜色还好，还很好看。背景的颜色。它转换中，它从非繁殖羽转换繁殖羽之间。上次我们到龟山岛去看的那个红的，好漂亮，很漂亮。这里几乎都是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芒草上面。啊，有有有。在那个主场，回头往正前面。正前方，芦苇在中间哦，不是在顶端。入队，对，对，剩三只了。嘿，停了，停了。一个在田里面，一个在田中间。哦，又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哎，飞起来了。哎，摩托车，摩托车，摩托车，车子，靠边，摩托车。好。对，对，它是扇尾鹰科哈，那个尾巴打开跟一个长的扇子一样。嗯，听到龟头的叫声就想到一件事，有种高是小时候小孩子叫的比较大声。龟头，龟头。它要打开尾巴，应该不是这一只，反正。对。OK。好，有没有看好金背鸠的尾羽一排的白色看得到？有。竹锦斑鸠看不到一排，竹锦斑鸠中间黑，两边白。好，所以这
麻雀啊？对。乌了。乌还是麻雀？那边比较看得到。对，是一只麻雀。比较远，靠近一点。对，对，对。然后那边是麻雀，远的那只是麻。北平的树枝，对对，野菊，对野菊。啊，现在跳起来了，看到水平树枝，树枝前边水平树枝在往左跳，前面那个倒下的枯枝，对，倒下的枯枝有没有水平的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对对对，这是野菊哦，赶快跳，我没有看过，对，野菊公鸟，野菊公鸟，全红红，它的红色好特别哦，它是野菊公鸟，公的公的，它的红好长什么？对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看完3秒钟，飞到手，对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快快快！有点往右走，所以你要稍微调一下。有，还在，看到吗？还在浮上那边。啊，它消音器了。对啊，快点过去。后面白桐，雀鸟两只出来了，就是公的跟母的了。哦，进去大概1米哦，那个进去的深度有大概到1米。有两只，哎，两只出来了。你知道那个蓝色的光，有那个角色，不是色素哦。对，他就是要跟你玩捉迷藏。在哪里？那时候，那浴缸那边的时候，在浴缸啊，漂亮漂亮。哦，有。等一下，在那个鞋子上面，你们看到？哦，会，哎，五色鸟飞过去，来。乌还在。